据土耳其总参谋部4月7日报道，土耳其军方在6日的军事行动中再奏凯歌。据悉，土耳其空军对伊拉克北部地区进行了多次空中打击，一共消灭了上百名库尔德武装分子，还摧毁了13处工事和掩体建筑。据悉，土耳其 F-16 战斗机执行了此次空袭任务，并且全部安全返航，没有任何损失。面对土耳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拉克军方非常愤怒，要求美军介入进行干涉，但是却遭到了美军的婉拒。土耳其军方表示，土耳其武装力量正在同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分子进行打击，并宣布其军事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据悉，伊拉克方面已经严厉谴责了土耳其对该国境内目标的军事行动，但是土耳其军方表示是在替伊拉克伙伴消灭境内的恐怖分子，伊拉克方面应当感激，并且土耳其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没有时间表限制，何时消灭完最后一个库尔德武装分子，何时土耳其军队就停火。据悉，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盟友，库尔德武装和伊拉克同时遭到了土耳其的进攻，为何美军却没有任何表示呢？军事专家表示，美军目前在中东的政策非常微妙，其底线就在于土耳其绝对不能损害美军的利益，但对于土耳其对美国盟友的冒犯却是一忍再忍，这也让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愈发无人制止。除此之外，美军对于和土耳其撕破脸也抱有顾虑，后者在北约的地位太过重要，美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据报道，针对法国等国宣布介入叙利亚冲突，支持库尔德武装的举动，土耳其还对法国进行了公开威胁。土军方表示，希望同为北约同盟国的法国在发表声明之前三思后行，不要轻易发表指责土耳其的言论。土军方还表示，既然西方盟友没有能力消灭库尔德武装，那么土耳其军方将义不容辞代替盟友行使反恐义务。